咁咧，我就啱啱去完烏干達，過多禮拜啦。咁我都想分享一下啊喺嗰度發生嘅情況。咁喺嗰度咧，就首先咧就係有第十次有人話俾我聽，我未去到啦。佢就唔係知道我去，而知道有人喺第二個地方嚟。咁嗰個人咧，佢自己祈禱喎，佢就睇到呢個異象，跟住佢就打電話問人，嗰啲人就話係啊，有一個香港嚟嘅人咧會嚟訓練侍奉，咁佢好投入，佢嚟到真係好投入。咁我亦都感謝神啊，讓佢能夠呢個係第十個人，即係如果大家上網睇南非葉牧師，你就見到有個人咧，佢直情見到間屋，見到我喺裏面，佢又俾人追，驚到不得了，然後咧佢就走咗間屋咧。他就見到我在那裡，我就跟他說，我說你想為你祈禱，一祈禱他就喜樂平安，以致他初頭的夢是害怕的，被人追趕的，跟著呢個夢一按手立刻醒了，醒了立刻是笑和充滿愛的，他就告訴我，這個是即他是真的在夢中見我，而今次就是第十個人。之前有一個就是在我們曾經有一個地方宣教，他說我兩次來之前他都是發夢見到我的，咁呢個都係神嘅印證啊！多謝天父。咁我去到咧，嗰啲牧師咧都係好歡喜啊！咁亦都信徒有歡喜啦。咁啲牧師都回應，即係希望我能夠多去訓練。咁其中佢哋好中意嘅就係活在神嘅愛中，享受神嘅愛。咁去到邊度，佢哋都好歡喜嘅。咁咧就另外咧就係處理生命啦。佢覺得好實際，點樣處理怒氣，唔好食垃圾。佢好簡單嘅就係人哋個唔好嘅説話，唔好放喺心上。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好歡喜咧，就係呢個發揚神屬性嘅查經法同埋講道法，就係、睇到神嗰啲美好啊！佢哋啲反應咧，烏干達比較特別咧，就係佢次次都拍掌喎，佢覺得好有拍掌嘅。咁啊講到神嘅屬性嗰時咧，佢就喺度拍掌，聽到神點樣美好啊，神點樣愛我哋。咁我都會，你見到我講到咧，我都會時時講到神嘅屬性。咁但係我亦都將來可以再介紹呢個點樣俾我哋知道神嘅屬性。咁但係另一樣嘢咧，係可以話咧係一個。我在那裡知道烏干達的困難，可能不只是烏干達，可能還有其他的國家都有這個情況的。咁咧就有個牧師，我就問他，因為他話俾我聽呢度有很多嗰啲異端的教會。我說其實啲異端教會教啲乜嘢咧？咁佢其中一樣嘢就係咁啦。其中一樣咧，其實咧我都見過很多宣教士啊，啲報道家有做的，就是咧就點樣咧？就講到咧就係、就話如果你有經濟困難。你就奉獻，你奉獻了咧，神就會交配俾你。嗱呢樣嘢咧係可以係真，不過個動力咧就冇話我有經濟困難，所以我就奉獻多啲，而係咧我甘心樂意奉獻。奉獻之後，神係會賞賜，聖經有講嘅，多種嘅多收，少種嘅少收。但如果個目的放咗喺神一俾翻我有多啲多啲咧，咁樣嘅時候啊，我爭幾多錢咧？我而家俾咗個數目咧，神就會俾翻曬我咧。咁呢個嘅動機咧並唔係一個好嘅動機啊。咁呢個其一啦，咁呢樣嘢其實都普世性都有好多人有嘅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哋咧有啲牧師用各樣方法咧，就想有啲教會咧想多啲人嚟，同埋咧多啲錢啊，就好多淨係著重釋放，就賣啲水俾人，你翻去飲咧你就會得釋放嘅。咁咧就同埋咧就將釋放咧就即係其實都冇根據聖經講咧，就話咧蚊啦、烏蠅啦、曱甴啦都係邪靈嚟嘅，即係咧。老鼠啊，都是邪靈嚟嘅，即係嗰啲教導咧，即可以話都唔喺聖經嗰度攞出嚟，同埋咧好少解經啊。咁呢個真係我聽到嘅時候咧，我都覺得好可惜啊。即係佢哋就講到有啲教會咧，就吸引咗好多人去，反而佢話講真理嗰啲咧就少啲人喎。咁我話如果真理係提升人嘅靈命，讓佢哋走心侍奉神，咁因為呢啲人咪會帶嚟更多果效咯。佢話即係因為其實有好多人講真理，未必代表佢訓練嘅。咁佢哋未，佢話開始都有啲改變，但有啲教會咧，因為咧佢好多做釋放啦，釋放係好嘅，我哋都做釋放嘅，但係咧佢因為好多人咧淨係想得釋放啊，就想係有啲特別嘅經歷，所以個信息就唔係著重啊，即係整個靈命啊，而係著重淨係釋放啊，用各樣嘅方法咧，變咗啲人咧追求咧嗰個錯有錯誤嘅地方。嗱呢個我都好可惜嘅，即係其實佢哋係英文講 misrepresent 聖靈充滿呢樣嘢嘅，即係。錯誤代表了聖靈充滿，聖靈充滿是愛慕神、親近神、跟神關係好、有聖經的根基、信仰穩定，然後呢處理生命，然後呢受訓練侍奉主，個果效是這樣的，就不是只是追求某些 的現象，還有那些教導是有聖經的根據的。這個即是我們都為這個祈禱，求神幫助，讓我們的訓練、教導影響他們更多。
咁另一方面咧，亦都講翻喺肯亞，如果有啲人喺早期知道，我哋都曾經幫助佢起咗間啊聖經學院嘅校舍啊，同埋咧去坦桑尼亞，我哋都幫佢哋整咗個啊呢、這個啊主日學嘅學啊個嘅聚會地方嘅。咁我哋都感謝神，去有呢啲咁嘅侍奉。咁佢哋就講俾我聽，佢哋嘅神學訓練其實喺全世界都係嘅，香港都係嘅。就好多係理論，咁我話理論係好嘅，知道神學，知道基督係點，知道救恩係點，知道罪係點，知道末世係點嘅，呢個係好嘅。不過淨係知道唔能夠發揮嘅喎，點樣應用出嚟？點樣處理生命？點樣發揮生命？點樣預備我哋將來見耶穌？呢個係好緊要嘅。咁即係當我哋同佢講嘅時候，我話唔好淨係訓練理論，而係訓練我哋點樣發揮出嚟，行喺神嘅路上。咁呢個都係。我去到呢啲國家想求神帶領我嘅路嘅。